我不哭啊，哭哭就会被录屏的。又自报家门了，不能这样。你们就是我隐形的翅膀。我终于看到所有梦想都开花，追逐的年轻歌声多嘹亮。哇呀哇老师自报家门，张嘴直播说好不哭，飙唱回忆杀。虽然到10000000很困难哦，但是就是先跟大家说一下嘛，我们到时候大家就是邀请大家来湖北，对，看我的人，请大家吃饭。上课啦！哇呀哇老师说粉丝数突破10000000，将会举办线下见面会，5月17号直播，除了跟大家聊聊天，也看金藏连续唱了好多首回忆杀哦。你们就是我隐形的翅膀。我不哭啊，哭哭就会被录屏的。我终于看到所有梦想都开花，追逐的年轻歌声多嘹亮。我终于翱翔，用心凝望不害怕，那你会有梦就飞多远吧。隐形的翅膀，让梦很久比天长，留一个愿望，让自己想想你写给我我的第一首歌，你和我十指紧扣，默写前奏，可是那然后呢？还好我有我这一首情歌，轻轻的轻轻哼着，哭着笑着，我的天长地久。我的性格在现实生活中就是比较讨人家喜欢，然后不知道为啥，可能上次我又说错话了吧，什么从小没到大的那个事情我都不敢说了。我不能开始直播时间太长，说多错多。我的牙天生少，天生少牙，没有特别的意思哈。我来看看，说实话，现在不好看，你要对着镜子练。好好好，没问题，这样。你知道我当时我爸爸他都是很笑着跟我说的，你还是不要这样笑了好不好，真的很丑。妈妈80后啊，80年的，那我妈比你妈小1岁，我妈79年的。又自报家门了，不能这样。鼻子真的，我都成这样了，我都已经丑成这样子了，还说我。别截我的图，别录我的视频，求求你们了，让我好好的说一下话吧。黄老师一点一点，谢谢大家呀，谢谢大家的支持，给我送的勇气，让我很变坚强。在这温暖的房间，我于是慢慢发现，相聚其实就是一种缘，多值得纪念。在这温暖的房间，我们都笑得很甜，一切停格在一瞬间。穿上我的鞋，背上我的包，现在黄老师又下播了，拜拜呀呀，拜拜呀，屏幕前的小朋友们说拜拜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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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。黄老师呀，现在要下播了，我将梦你所梦的团圆，愿你所愿的永远，走你所走的长路，这样的爱你啊，我也将见你未见的世界，写你未写的诗篇，天边的月，心中的念，你又在我身边，与你相约一生情长，如你年轻的你。
这都已有那么多人，谢谢大家给我送的支持，超级感谢大家，黄老师一定会努力的，天塌下来我也不会倒。